2018年7月7日，在上海机场，吕小雨现身了，清纯可爱，笑容甜美。她身穿一条深蓝色牛仔短裙，非常的青春有活力。她热情地向大家打招呼，被粉丝包围的她，手捧粉丝送的花，眼睛都笑成了月牙。吕小雨2000年7月4日出生于河北省，是名副其实的00后。2016年9月通过夏日甜心节目正式进入娱乐圈，同年主演个人首部电影《绝望者游戏》，2018年4月参加综艺节目《创造101》，总是笑眯眯的她看起来非常可爱，有邻家妹妹的感觉。她拥有精致甜美的外表，正能量勇敢的性格，以及柔软度惊人的身体，脸上有点肉嘟嘟的，满满的胶原蛋白，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女孩子，希望她能一直保持这样。你们喜欢这样的吕小雨吗？